等一下也会顺道带个早餐，跟他一起吃早餐，并且很放松。同时也为昨天冒着风雨前来陪伴我们参加最后选前之夜活动的每一位朋友他们给我的加油，给我的温暖而感动。那你想说什么时候要跟太太来好好吃一顿饭？昨天就到市长会上面开始讲的。是，所以今天我特别早上来投票。那太太呢，因为这两周她真的非常辛苦，而且昨天也在大的风雨之中陪着我来参加活动，所以今天上午特别想让太太还有两个孩子多休息一下。那我出门前，太太一样说了声加油。那我跟她说，很久没有跟她一起吃饭，所以等一下也会顺道带个早餐，跟她一起吃早餐。那我看起来还是有在下雨的，会不会担心今天天气影响到投票？投票当然非常重要每一张选票都非常的关键。昨天其实看到很多的朋友愿意前来参加我的活动，大家不畏风雨，心手相连。那也希望今天大家都可以把握手中的这一票，踊跃出来投票，让手中的这一票决定台北的未来，让我们迎接台北崭新的未来。那待会儿投完票以后，除了跟太太一起去早餐以外，还有什么规划？我想就把握这仅仅几个小时好好的陪陪太太，陪陪德利二宝。然后如果天气许可的话，也许带德利去偷偷拦几个脚踏车。那等一下多花些时间陪伴太太，我想这个很重要。